我是江安乔，我又出现了。今天我给大家演绎一百个客户之金六角。金六角。金六角是2004年成立在太仓，哦，这一年是很特殊的一年哦，因为这一年我女儿出生了。金六角专业制造冷吨模具，各种精密加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金六角的小伙伴怎么说。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州金六角的 Joyce。金六角是一家具有十年生产经验的冷吨模具制造商。在我的面前摆放着的呢是我的一些产品。产品的原材料以钢材为主，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容易腐蚀生锈，所以我们需要外包装的保护。在过去，我们常常使用人工手动包装的模式，这样费力又费时。于是我们找到群昌，定制属于我们自己的包装机器，提高包装效率，享受自动化包装带给我们的便利性。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群昌包装江总江安强那边为我们在做些什么吧。现在呢，我们就用金六角的产品来做一次收缩包装的演示。婷婷来帮个忙。我们先看一下哦，目前我们的秤是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多重。哇哦，将近5公斤的产品，这么小一个产品将近5公斤，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体收缩包装的效果会是什么样。那我们目前包的这个产品称为叫六片膜，六片膜用在哪里的呢？主要是用在螺丝的这个制造过程里面的锻造啊，那个螺丝头。那金六角制造的这个产品主要它的寿命会非常好，大概是能够冲到50到60万次。我们看一下哦，收缩包装就马上出来了，效果如何 ？OK， 好了，今天我们收缩的温度是155度，155度。好，婷婷给大家看一下哈，哇哦，很漂亮吧？啊，你们的模具要不要一起来包一下呢？